特約演員或者臨時演員在內地叫做群眾演員、群演。來到橫店影視城這個拍攝場地清明上河圖，遊客可以換上古裝，放下戲癮。走，好嘞，好嘞，你們兩個給我走，笑一下，對，然後往前走就可以了。親身體驗了之後，亦都可以近距離看演員班底的演出。臨走的時候，不少得當然是攞翻條片嚟留念。為了推動影視旅遊，橫店起了多個大型文旅度假村。有負責人話，特別注重將遊客的體驗和電影融合。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吃在电影里、住在电影里、玩在电影里，所以把很多电影的元素，平常在荧幕上看到的电影，我们就把它搬到现实生活当中。到了夜晚的节目，游客可以参观多个场景，例如这场叶问对日本人的戏，他们可以边看边叫口号。我们把整个电影拍摄的这个过程能够让游客全程来体验，他既可以当明星，又可以探索电影拍摄的这种秘密，你可以挑战当导演啊，你可以当制片人啊等等，就会觉得很有意思。前年横店一共接待游客1900万人次，成为浙江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，为当地创造了大约50000个就业职位。